各位同心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。这节课由我们众议院潘良华潘议长带来演讲，请大家用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啊，咱各位下官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大家辛苦哈。我逐礼拜来吼，啊，敢若发现即届我坐高铁。看外口的这个风景，哇！改成差500公尺以后拢雾去啊，真正雾霾真正有严重。啊，我对这个空气介敏感，所以像头拄啊外口这個空气，敢若有迄个火力发电厂啊咧烧啥物物件，迄款味吼，我脑都咧喵啊吼！啊，所以等下脑安尼烧声烧声，大家较忍耐一下吼。那么。今仔日看我要讲这个标题叫做“台湾国际地位哦，要正常化”。有只这个标题，你着看怎样讲，咱无正常对无？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无正常。啊，咱过去国民党哦，到今年了70年啊，国民党政权来到台湾，拢用白册的历史咧甲咱教，拢教一寡假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为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咱头壳起个国民党下作的粪扫里来滴。那么来遮，你有机会会当甲头壳内底遮粪扫甲清出去。但是要清遮粪扫，唔是三工两工，吼，唔是讲咱遮来遮三工两暝就清会清楚。所以建议恁每一个。初级班来遮上的，拢爱买迄本《新台湾论》。这本《新台湾论》，阮甲奉为吼台湾国际地位的一本圣经。吼，台湾的有一挂历史真相，台湾的国际地位拢伫这本册内底拢会讲着吼。啊，平常时咱秘书长上上课，还是咱的其他讲师所讲的，吼，迄种重点，吼你。迄看了，你阁等于厝的时，嘛你听了，啊你等于厝，你看一本《新台湾论》，应该阁较容易明了哈、哦。好，那么除了我咧讲这本，我甲奉为圣经的《新台湾论》，我嘛建议各位哈，各、哦、两本册，吼、哦、应该我爱看。第二本就是，这个美国人，迄阵来台湾做。好，美国大使馆的领事哈，那么发生二八事件是伊伫咱台湾，好，所以有写一本被出卖的台湾，哈，一本册，啊，就已经有翻译，咱台湾人家经过伊的文准有翻译做汉文，这本册你一定爱看，迄当时咱台湾人安怎咧用糟蹋。台湾的精英安怎消失的？吼、哦，迄本册内底拢写真清楚。迄本册你若看会完，哦，你若讲要搁会支持国民党哦，我看我总唔相信的，因为你会想讲，哇、哦，咱台湾人看伊这个国民党真正是深仇大恨，吼、哦，挽救结真重，啊你。过去哪位投票到国民党，你一定会足后悔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第三本册就是全世界出版上侪数量的册，翻译成各国语言的版本上侪，后边的人拢差不多大部分拢有看过，就是圣经，吼、哦，基督教的圣经。是啊，后边的国家因会遐先进，吼、哦，那么因的水准会遐悬。跟这本圣经有关的，你看呢？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任要就职，哈、哦，爱手持一本圣经来宣誓，哈、哦，就讲伊要遵照圣经内底教示，哈、哦，来替美国人服务，哈、哦，来为伊个国家服务，哈、哦。这三本册你应该爱看，这最畅销的，哦，迄个圣经。你若拢无看，真无彩。全世界上畅销，吼、哦，啊，对人类嘛真有帮助的一本册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
那进入这个主题了哈。那么首先，咱来先了解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？我来做简单的小解哈。第一就是讲，1895年，日本和大清发生甲午战争，大清战输哈，所以日本天皇是依照下关条约，就是中国人咧讲的马关条约，为大清的皇帝出的台湾甲平壤。这是合法的哦。日本天皇摕到台湾甲平壤是经过一个国际条约，叫做下关。好，一般你若签条，拢有一个地名，是这个签的是伫日本有一个所在叫做下关。好，譬如讲咱第二次世界战后，伫旧金山来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好，拢以这个地名。好，过来。第二次世界战后，日本战输，哈，所以伫1952年，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放弃台湾甲平壤的管辖治理权，主权无换，台湾平壤的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。头拄仔你看啦，这是大清皇帝甲平壤、台湾甲平壤挂念吼，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。那么日本政府，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放弃台湾跟澎湖，敢那放弃地上管辖治理权，主权所有权无变更，吼、哦。这点我们来了解，所以到今天的为止，台湾平壤这块土地还阁是日本天皇的，吼、哦，无办过哦，无割让出去给啥物国家承接过，吼、哦，拢无。那么目前台湾甲平壤还阁伫主要占领全国。这句话主要占领全全国是旧金山和平条约里底用语哈，美国，这个主要占领全国就是美国，伊还搁咧甲咱军事占领中，啊，你会讲我拢无看到美军，咱台湾哪有有美国占领？哦，较等下我第三个大主题我会讲了这个占领的代志哈。那么目前台湾还搁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。台湾地理当局，好，你注意看，这个台湾地理当局是台湾关系法内底咧讲的哈，以前拢叫做中华民国，哈，以前咧甲咱管的叫做中华民国政府。那么，1979年1月7日，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就袂使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，哦，美国就袂使阁讲中华民国，啊，刚才讲台湾地理当局，啊，拢简称叫做台湾。啊，美国即马来讲台湾，是咧讲这个台湾治理当局，哦，咧代替美国咧甲咱管台湾，哈，哦，这个上基本的一个台湾近代主权变化，哈，还是要了解的，好，好，过来咱进入台湾主问题的这个主题，哈，首先台湾有足侪问题，啊，上大问题就是。咱连家咱家己是虾米人，我们是谁，咱家己拢搞不清楚。哦，伫你连家己虾米身份，咱是虾米国籍拢搞不清楚的情形下，咱台湾人真济会认错做老爸。去年台北市的选举，哦，柯文哲这个选翁，哦，加一个哦呐，大家。台北市算了足热的，哈、哦。那么你会记郝柏村咧骂柯文哲讲，伊是黄明的后裔，有无？因为柯文哲因爸爸受日本教育，因阿公嘛是。那么柯文哲因阿公是28事件，去予国民党掠去关，甲刑甲带伤出来。两三年拢卧病在床来死去，哈、哦，所以郝柏村讲出真正咱台湾人的身份，咱所有的台湾人拢是皇民的后裔，日本天皇皇民的后裔，这正确的。但是你莫忘记啊，伊敢那用轻视的，你讲咱台湾人拢是皇民的后裔。
但是伊无想到讲，侯伯村伊家己，包括伊个子孙，因中国人伫台湾遮啥物身份，你敢知？因号做难民，因许个共产党毛泽东政权甲赶离开因家己个国土，中华民国规个中国大陆个江山拢叛变，离开伊个国家，走来大日本国个台湾，安尼是毋是难民？标准个嘛，你离开你个国家，你倒然去别个国家去啊嘛。所以因是难民，啊是皇民较尊贵，啊是难民较尊贵，安尼应该做个比较嘛，吼。好，咱先来了解咱啥物人。台湾这个族群的地图哈，西海岸这个浅绿色列哈，这边叫做平埔族，平埔族我那十几种。啊，较重要、较侪吼，大概较十种，才有写个。那么，这个土黄色这个，差不多中央山脉以东，迄、那个叫做高沙原住民族。咱较早拢吼，即马也过一个南投一个九族文化村，对吧？其实高沙原住民族唔拿高族啦，即马中华民国内政部有承认的有十六族。还较等下用迄张图来讲。那么，真大部分呢，台湾人拢是住伫这个西部平原，即个平埔族较济。高沙原住民族即马因所有的人口加起来，差不多无到六十万。好，咱等下过来讲高沙。啊，即马平埔族咱来看有对几族。好来，宜兰遮有一个克马兰族，后因嘛有一个克马兰克印，有无哈？现在在走国道台北到宜兰的呢。那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，有无？阿扁啊，两千年选到中华民国流亡总统了，现在以前你把总统府头前那条介绍路改名，改做凯达格兰大道，所以现在如果要空间，都会去去凯达格兰大道。再来桃竹苗叫一个道卡斯族，托卡斯，好，桃竹苗这。那么中部有三族，好，有帕寨哈，啊一个帕布拉，一个曼布萨，这三族在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甲南投，好，因伫遮咧活动。那么分林甲嘉义，则有一个红安雅族，好。那么上大族的一族，就是台南安平遮安平地区，叫做西拉雅族。那么其实西拉雅族其他还有两个支族，一个就是2009年八月七日莫拉克风灾，叫别村那个叫做大满族，好，因大部分的语言跟西拉雅的语言啊同款。那么那个小林村真可惜，因每一年拢办因的平埔族业绩，好。那么其实还有一族。西拉雅的支族就是马卡道族啊，高屏地区。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啊的后裔。马卡道族伫高屏地区，一直来到满洲才有哦，哈。啊，这个马卡道族就是谢长廷第一届去选高雄市长，甲吴敦义拍败，了伊。为了要纪念阮这个族群哈，所以伊伫这个纵贯铁路哈，这个纵贯铁路边啊，哈，这个有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阮的祖先，哈。啊，你要记这个族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一个计划哈，你很容易就把它记起来，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。马卡道，啊，火车哪来？龙个包死个对，安尼你着记起吼，我着是马卡道主。哎，那这啊？马卡就是马卡道主，这是现在才有的分支。其实很早就有了，但是一般因为他不会教啦，哎，
我知道我自己是马卡道族，就是我一次去有一次去爬那个一边那个高雄一个茶山，这个蒋介石来改做寿山，有无？改做万寿山，哈、哦，寿山，哈、哦，真有大部分人嘛，还真侪人讲寿山，其实我拢讲叫做茶山。啊，茶山顶原有一个迄、那个较早嘛有动物园啊，真顶原拢算已经变做一个国家公园嘞，哈、哦，台山自然公园呐、啊。那么顶原做者台湾猕猴。嘿，啊，伊都较早吼，咱爬山拢会好意，较早无环保概念，拢想讲要好心，拢摕金蕉、摕土豆好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饲甲煞惯势啊吼，啊，你若无炸物件去哩，迄狗会起毛歹。啊，你若有炸无，等落哩哦，伊该偷摕也是该抢嘞。啊，即马狗煞。即马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吼，即马拢袂使甲伤害，袂去甲讲，袂使甲讲。啊，即马狗煞，像迄狗侪天煞，会像迄泼狗安尼，会抢人个物件。啊，佫即马会走到山脚，会 Seven Eleven 吼，我来会开门叮咚，你欲摕物件。即马作家吼，好 ，OK。好，啊，来看这张图，这张图就有讲到高山这边的吼。好嘞，这既然跟华人交接，才有一个活活族无，哈，啊有泰鲁格族，啊，佮有萨基莱亚、阿美族、卑南族无、卢凯族，啊，南语的达悟族，啊，这张较新的图就有马卡道族啊无，另外马卡道族这个深绿色的吼，来到。俄南边这边，即个拢要去是哈，隔壁地区的哈，啊，西拉雅族这个蓝紫色的这个，啊，啊，卢凯啊，布隆啊，周族，啊，佮有泰雅族，这金德啊，包括布内基兰的山区，即个拢要佮有泰雅族哈、啊。好，啊，这里简单的讲个，啊，上新的有两个族啦哈，即马佮新出来有一个。这两族是差不多七八个月前，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成立的，一个卡纳富，啊，搁一个拉阿鲁哈族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拢伫这个阿里山这边遮，哈、哦，靠我阿里山这个中央山脉遮。那么这两个族加起来无超过一千人，但是这个西拉雅族，哈、哦。要百几万的人，台南市政府有申请要变成合法原住民族，内政部都唔敢核准啊呐。哦啊，尽所有的高山原住民族加起来才六十万尔，无到六十万。啊，你像一族西拉雅族，那拢入来百几万，啊，伊这变到变遐大地，佮加百几万人要入来分哦，哇，迄六十万的迄个高山原住民族可能起莫歹。有人去看迄个塞德克巴莱迄个影片无？电影有去看，亚洲啊看不几个，哇，真少呢。好、哦，这片你应该爱去看，迄种呐台湾历史。电影名称叫做《塞德克巴莱》。好、哦，迄是迄阵雾社事件，咧讲雾社事件呢。好、哦，好 ，OK。哪讲这高山原住民族起莫歹，我话得个八个要个除草啊！香港个百几万人要入来分这块饼哈，好，好，过来，其实85%的咱台湾人吼，差不多拢是平埔族加高山民族的这个血统基因里来的。啊，尤其平埔族，平埔族有一挂特色哈，这些特征，你若把你的手弯起來，啊，才有一條凹痕。有的倒手，有的正手，吼、哦，迄是你就是平埔族的后裔。哦，当然啦，较寒冷的吼，可能感觉无看到啊，吼、哦，迄就袂准了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你的脚的尾指头啊，上细指迄支，然后鼻唇呢，
迄嘛是平埔族的特征哈。啊，过来平埔族有一挂生活习惯，哦，较无共款的哈。譬如讲，女孩子做月来会食麻油鸡酒，哦，迄就原来平埔族的风俗。啊，过来，迄就有迄迄个童话，和咱这个平埔族童话。啊，唔是讲闽南话的闽南人呐、啊，唔是啊，哎，嘛唔是讲中国话的中国人，哈、哦，不是讲中国话就是中国人。过来，平埔族有一个，平埔族是母系社会，所以你若嫁娶稀疏，无古爱坐大位有无？哦，你若还佫有即款风俗的，你就大家讲你的祖先是平埔族。啊，过来，会食槟榔，吼、哦！啊，是安怎台湾人早期的人并不做爱食槟榔，就是早期台湾是瘴疠之气很重的所在，因为没有开发，所以拢是原始森林来沼泽，还、啊、动物若死去，烂，会有一挂病菌传播，啊，台湾佫湿。人寒天足湿冷的，咱遮平平五度吼，五度就足冷啊，对无？但是你东京，阮好每一年咱若十月二十拢会去东京一逝去甲日本天皇祝寿，啊去靖国神社拜咱遐个，咱台湾人替日本天皇见证见死的遐英灵。啊，我去三拜，啊去拢头迄个时间去拢头五六度。啊，无感觉啥物冷呢？但是台湾的五度，我会记咱四冬外前，咱2011年一月，敢若十五，咱第一期直接开课的时，日本人，哦，我有三个日本人来上课，啊，伊开拄啊六度，我想日本人应该拿这六度对因来讲是来热不凉凉啊，拄啊好呢，结果因赶咖呢，咱的这个。农场主人过去用个电暖炉，一支火因三个底下烘啊，啊，咱台湾人无，因为伊讲咱这冷跟闽南不共，这叫做湿冷，又湿又冷。哦，迄阵啊，一月份咱这北部介有落雨，吼，啊，又湿又冷。所以我较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咱这冷是比日本的冷，咱这五度比日本的五度加做冷，伊叫做大冷，但是无感觉介冷。咱只湿冷会冷到位骨头落，所以咱的原住民族就爱剥槟榔，会产生热。我捌一届寒天哦，可能迄阵要较年轻，啊有一挂朋友拢较爱食槟榔的吼，啊有来好易拄我食，啊我顶下食吼，要求为外套一直烫，烫到剩一领内衫，还搁咧流汗，寒天哦。啊，毋是，迄。无遐多，我大概食拢倒掉去个，大概食了拢衫一直烫啊，一直变干，它会驱寒，吼、哦，还会驱虫，那些槟榔就好处。所以早期，然后咱个进，你去你若去乡村吼，温州遐，因家己拢查甫拢剥槟榔，哎，那查甫也剥。阮阿妈吼，我会记讲，我听阮妈妈讲，讲无喙齿啊吼。嘛用剃尖菇，我弄安尼，输迄个食过瘾哈，迄食槟榔来会上瘾哈。好，啊，现在母系社会吼，是查某的做家长哦，户长哦，家长是查某在做。迄阵女孩子掌管家庭的大权，财政加发号施令权哈，可能等下会讲的哈。过来，咱来讲，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？哈，啊，这就是伫1952年啊，拄啊，秘书长讲起来了，啊，真正有国际条约是这个哈、啊，日华台北会，日本跟中华民国伫台北签一个合约，叫做台北会。啊，这是伫你会记1952年，他说秘书长讲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迄一天，
是伫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，要求你日本你爱去甲伫台北这个流亡政府啊、哦，去签这个日华台北会。啊，伊第十条要安怎讲？就本约而言，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伫台湾甲平壤所应实行，将来可能实行法律规章，以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甲平壤居民，甲正属台湾甲平壤的居民及其后裔。啊，你注意看，这都已经是台湾澎湖，本来到这个一个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，表示真人的无同款。红绿的这个就是咧讲咱本土台湾人，所谓本土台湾人就是讲正港的台湾人，就是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因为美国甲牵连来援助断了，天皇伊惊着讲，哇，好遮厉害的武器，啊，牵一粒落来拢死10多万人，啊，牵两粒，有死遐济。啊，当美国唔知影佫偌济粒呢，啊，人拢再来牵我大和民族来灭你啊！所以日本天皇赶紧投降。伊投降迄一天来做依据，迄阵外国人拢还袂来台湾，规个台湾平和这岛属顶管的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，包括伊所生团的这后代吼。啊，这有一句。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，包括咱。啊，你会记马英九咧做台北市长，吼啊，有高山原住民族，敢那伫迄个丹溪河畔有起个简易的这个因的部落的村庄了，对吧？爱非法，啊，要甲拆掉吼。啊，马英九有咧甲因喊话讲。我把你们当人看，有无？有讲这句话。我把你们当人看，其实伊心内是想讲，真正讲，恁唔是人，但是我甲你当作人来看，哦，是这个意思。伊讲，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，有无？赶快，这個意思。咱被视为，因为咱唔是中国人，但是我们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，哦，是伫遮。OK， 所以咱唔是中国人哦，但是迄阵美国帮咱抗议哈，但是蒋介石派代表去日本东京去甲麦克阿瑟将军讲讲，无啦，我为了好管理啦吼，所以我拢甲因当作中华民国国民安尼来管安尼啦，好，好，那么像咱台湾人无国籍，啊，这原因就是。1952年，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先后进行，哈、哦，日本的法院就取消台湾人的日本国的国籍，把咱阿公阿妈、咱的爸爸妈妈因的日本国籍取消掉去，哈、哦，所以咱无日本国的国籍。好，啊，咱头拄啊讲来讲，咱暂时被视为中国人，摕着中华民国国籍，但是1972年。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，去跟阿共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，所以本来签的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，哦，日华台北合约失效，所以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去。伫遮，日本国籍判去，来到72年，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，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，咱暂时摕到。中华民国国籍也袂，所以2006年10月20日，咱秘书长去控告美国，到2009年，这个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台湾人无国籍，就是因为咱这两个拢叛境啊，所以咱无国籍。吼，啊，照讲，若判台湾人无国籍，这天大地大的代志。但是国民党做起来，伊封锁咱这个消息，所以大部分台湾人唔知影。伊就嘛认为讲摕中华民国身份证，
摕中华民国的护照，你敢那正常诶？连民进党嘛安尼讲呢？伊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，有无？捌听安尼讲无？连民进党这独派政党，较早讲叫咱要爱对伊要发台湾独立者，啊，因即摆说伊承认中华民国，啊、哦，好。那么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啥物所在？就是咱日本国籍啦，哈、哦。啊，那么这个日本国籍要怎恢复？这会当根据这个琉球返还模式，琉球。啊，咱拄啊，比如正嘛讲，日主建后，琉球联合国托管，联合国佮委托一个美国，吼、哦，伊个占领，伊管，也做军政府，吼、哦，啊嘛有琉球民政府。那么迄当时，1969年建后大概14年后，日本。咱个日本国吼，算已经重建，啊，生产线拢开好，拢一直生产一挂俗高好用个物件咧销全世界。而且呢，手提录音机啊，吼，啊，卡梅拉啦，手表啊，尤其像迄阵，迄个啥物，雪克哈，石英表无？迄阵石英表就是日本人发明了吼。遐嘛，甲瑞士遐劳力士啦，遐啥物遐大件个手表，遐嘛弄倒，因为俗个准费用，石英表比遐机械表加足准，吼、哦。佮迄粒电池入来，会使后三年、后五年免换电池。啊，你遐机械式说吧，迄不止逐工个准吼，啊无来若要挂着停个。好啊，日本有赚着钱了，所以去跟美国。政府协商讲，我爱赔你偌济战争债，你较要甲琉球还给我。迄阵美国甲开，3亿2千万美金，所以日本政府甲这条钱付清，因伫这个1969年哈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。根据琉球返还协定。在1972年5月15日，美国把琉球包括钓鱼台拢还给日本。所以琉球人本来受美军占领时，琉球人若要等于日本去四大岛哈，也是要去东京做生意，也要读册，爱去向美国的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，就是类似护照这个功能，因袂使。摕因较早遐个证件，日本时代个证件，吼、哦，所以爱伊甲美国申请。伊迄阵个琉球已经是日本国个境外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等琉球返还协定回等于因日本个是琉球人，得阁恢复日本国籍啊。啊，那台湾同款，将来咱嘛爱要求咱个日本母国和美国参详，看伊赔偌济战争债，哦，因为当时。日本发动战争，把美国大兵拍死，飞行器拍载了，航空母舰迄个伊个神龙特工队敢唔定了无？啊，这你拢爱赔啊！进台湾平和就是要抵押，无现金赔，等抵押伫美国手里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有现金，战争再赔了，吼、哦，当然对待台湾返还，吼、哦，咱就等于大日本国，那么咱会当都摕着日本国个国籍，吼、哦。安尼，日本国国籍两个摕转来吼，好。那么，其实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。属地主义就是讲，只要一个富人人，啊，比如伊伫美国的领土内底生落来，啊，是伫美国的富人基顶、美国的尊顶，那生囡仔落来，自然出迄、那个囡仔就取得美国的国籍，这叫做属地主义。后边的国家。先进的国家，就是拢用这个属地主义。那么东方受到汉民族的影响诶，大部分拢叫做属人主义。属地主义的好处就是讲，你伫迄个国家的领土生落来，你着迄个国家的国籍，你
大汉了，你自然爱迄个国家，你会疼惜迄个国土，你袂去生产一寡污染的物件，来污染伊的土地，污染伊的环境，污染伊的空气，吼、哦。你会想办法要甲保护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大自然的生态你袂去甲破坏。啊，属地主义有一个坏处，就讲、是，唔，属人主义有一个坏处，尤其像你讲像。台清的时阵，美国迄阵吼，哦，要两百年前，歹势。迄阵咧开发大西部，足欠工人，所以为福建、广东聘请足侪华工，有无？啊，遮人去旧金山。洛杉矶啊，开铁开公路，啊，建设做好了，啊，因为因大部分都拢无去等于台清吼，无等于福建还是广东，拢留伫遐。但是因所生团落来囡仔吼，因拢嘛要自称华人，啊，遐人都拢集中伫一个所在，叫做唐人街、唐人区。请来谈我，迄款所在，伊就是拢堪人无融入当地的社会，啊，拢家己顾家己好着啊。但是，因拢家己内底拼甲介清气，但是外口拢当笨手。所以，迄个请来谈就是上落后、上垃圾、太高啊，治安上歹的所在。因有啥物青帮、红帮，遐帮派拢会伫遐把持安尼，治安拢做歹。拢争地盘，吼、哦，跋筊啦，一寡地缘的问题。所以属人主义的坏处就讲，伊袂落地生根，所以旧金山来排华，啊，华人去南洋遮吼，郑和下西洋遮有无？伫菲律宾嘛排华，印尼也排华，马来西亚排华，迄就是因拢用属人主义，因的阿公、因的爸爸，无论搬去到底所生来，因拢讲因华人。哎，那总共有伫纽约啦，还是伫这旧金山有赚着大钱，因嘛要甲钱等于因故乡广东还是福建，也租厝要起大厝，要光宗耀祖，吼、哦。较袂讲要伫美国赚着钱，啊，着搁回馈捐钱互地方，吼、哦，还是做一寡慈善事业。华人拢足爱甲钱留互伊后代。你看像即马美国的巴菲特，还是微软的头家，吼、哦，比尔盖茨，伊拢把大部分因所赚的钱，拢捐出去基金会做慈善事业。伊，敢若讲，敢若要留一个给因的囡仔尔，一个美金，吼、哦。好，过来咱看咱台湾人的血统，吼、哦。以前有一句话讲，有长山讲无长山嘛，对不？这句话捌听过吧，吼、哦。啊！咱迄阵拢听个，拢讲唔对啊，正常啊。因为登山来阿公无带某来，无带女孩子过来，所带拢是来到遮就地取材，带咱平埔族还是高山族的女孩子做某，所以生落来第三代都爱叫伊叫阿嬷吼、哦。所以有登山讲无登山嘛，但是这句话我尾也想想唔对。啊！咱台湾阿公敢拢死了了啊！因迄时要来台湾，你会记郑成功要反清复明，郑成功算要反攻大陆的。台清一直甲郑成功一定要甲消灭掉，消除伊的这个要个反清复明这个恶势力，所以台清。因为有这个施琅郑成功的叛将哈、哦、来斗三江，所以我都把郑成功的这个后代这些人拢给消灭去。但是，伫台湾太有完的了，有诶太不死的掠起来，嘛拢讲甲遣散等于因大清，然后老大家后日来要搁跟平埔族、高山族合作伙搁要反清复明，所以掠了等于了。
佮宣布海禁，就是讲大清的人，那无大清派令哦的路条就对啊，你袂使来台湾海禁哦，迄阵禁止大清的人走来遮。那么现在有邓传公走来台湾，翻来就是作奸犯科，也是花仔钱无了，人要甲走找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伊要走路爱走来遮，反正伫大清迄边无走会死啊，走来遮。去偷渡，迄算偷渡。你去偷渡来遮，无搞，也无带财产来。那么来遮，变哪生活？第一有工做工，无工创啥？做乞食。啊，所以若无工人做乞食，当然无厝无好住嘛，爱要住底。迄阵拢去住个庙宇个。迄壁有无？壁拢有围十八罗汉，困伫个十八罗汉下骹，所以拢咱有讲迄款个叫做啥？罗汉骹啊，对，迄就是乞食，迄就乞食白称啊。无咱罗汉骹有无哈？啊，你甲想，迄当时咱台湾个女孩子是母系社会，妈，女孩子是家中的老大呢。啊，家中的老大女权至上个所在，伊敢有会去？带迄困伫迄罗汉骹的乞食，毋是错啦。甲招伊来当个做翁，咱讲招翁有无？叫做招翁啦。你若讲看伊女孩子的，啊，阮兜都有钱啊，我都欠一个烟头送。啊，即个都看到烟头，只是都乞食吼，啊，无紧啦。啊，都，伊都真正生啊做烟头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啊吼，啊老娘都欠一个烟头上啊，他揣到。伊咱较早拢叫是讲吼，牵手是查甫的牵查某的手，唔对呢，是女孩子主动，迄阵是母系社会，女孩子主动去牵迄个罗汉脚，牵伊的手，招伊当来做鸳鸯，叫做牵手招鸯，迄是女孩子主动哦，哦你要搞清楚哦。所以女孩子较早吼，哪卖遐汉人的思想入来吼，恁即卖还阁是母系社会，恁在做老大、做虎长呢吼。啊，所以你莫有即句话骗你啊，讲有当怎讲，咱台湾阿公作侪，当怎讲占足小部分啊？咱台女孩子讲的去招个当怎讲做翁，除非讲伊真正做引导的。啊无，巴肚。啊，而且迄阵母系社会，你若招迄个男孩子倒来做恁做伊个翁吼，啊，算讲如果弃用，那毋是讲弃用啦，即边来讲，就是讲倒来几个月啊，发觉讲啊，都无影讲遐个做工课吼，安尼你会当等者查甫出去外口做工课时。你把伊个家当用草条包起来，还是床巾甲包起来，甲等在门口。你迄个翁吼，等下看到你伊个包花在咧等伊门口，他就知道他被羞辱了，伊就爱摸爱走，可以带迄个庙宇迄个十八罗汉的卡吼。因迄阵是女孩子足有权威呢，吼，母系社会是安尼吼。那么其实。当初讲迄阵来台湾，坐拢爱坐船啊，爱坐船啊细只。但是伊拢伫台湾海峡即个串流的海上风浪大，伫海上就差不多死六个爱死啊，十个来爱六个死，三个留落来台湾，一个学后悔过，回头去等。啊，你讲像即六个死因上岸吼，因为中国人因是。真少咧坐船来啊！因是陆权的国家，除非有啥物困难爱走路，伊才会拼命讲要坐迄小只船啊过来台湾。啊，风浪大船，因船绝对吐，袂食脱水，啊脱水就死啊！啊是迄个水无清净，迄阵的水无像讲即马拢有经过。过滤啦、消毒，迄阵个拢清水，足够滋生病菌个。有只啉到漏屎脱水，还死吼、
所以伊若登陆起来，转来起来，哎，伊拢原来拢三五家做起来，吼，互相照应。登陆起来第一件代志做啥？就带遐迄六个死人，对无？十个爱死六个，迄六个爱带个。啊，所以即只船就带了，就问：啊，你台湾袂？就看迄边死人拢带好袂？啊，你台湾袂？啊，听讲台湾的地名就是安尼来的。埋冤之地啦，你玩弄死的嘛？哦，开始拢啊，未来到台湾就伫海里就先死啊！哦，叫做埋冤之地，台湾，你台湾袂？啊，你台湾袂？袂啊，侬讲啊，这听讲是安尼啦。啊，过来，咱来检讨讲这三个，这三个留落敢会活？这真拼的，我来，咱来看这个故事。1874年发生牡丹食这个事件，牡丹伫迄个屏东车城的当兵哈，迄就是啊，四连街对，四连街嘿，四连街个里边，迄当时就是日本琉球的宫古岛的渔船哈，渔民发生船难啊，伫东海岸登陆起来。还有南台湾族，哦，高博士社会这个南台湾族台死，59个台死，甲剩12个，啊，和迄个车城吼，茶城保利村的这个平埔族甲救，甲护送去凤山府城，啊，甲转送等于日本琉球，所以日本政府就向台清抗议。讲是安怎恁的人，台籍官日本人，台清调查了，甲回文讲，无啦，迄是化外之地，哦，迄种藩地，就是讲唔是我咧管的，迄我管袂着，迄种藩辖嘛，哦，你个记台清伫甲头拄迄那个地图有无？高山甲平埔族的迄个界限，迄个做一般讲叫做沿山公路啦，哈，伫个山卡。拢有设一个关卡，叫做人质关。边地人来到这要停止，因为你若个入去，迄个高沙台死，台清无责任。所以迄对台清来讲，迄毋是伊咧管的国土啊，吼，的领土。啊，所以台清甲回文讲，迄是化外之地，吼，哦，非我所管辖的，对啊，安尼来撒责任嘛。那么日本就讲好，安尼那毋是你管的哈，迄种侵犯毋是你咧管的，好，安尼我要出兵来甲讨伐，特工得了对吧？大清国会问讲，罚与不罚由贵国制裁之，你要去甲讨伐无？你家己决定，恁日本国你家己决定。啊，所以迄阵拄啊，日本明治维新哈，啊去欧洲德国啦、英国去买一挂新的武器啦，啊战舰。甲一寡陆军作战的这个技术，啊，你找无所在练兵，啊，拄啊遮好安好，准派3000个，为这个永春的迄个海边啊这边有一个叫下寮迄个所在登陆起来，啊，所以来到石门古战场，吼，四连溪这個石门古战场，含这个高沙这个南台湾组的小舰，啊，迄个爱国吼。你靠，你即马去遐，阁有一个迄个纪念塔，哦，迄就是迄阵咧纪念牡丹社事件。啊，日本是正规军呢，吼，哦。啊，咱个高沙的这个南台湾族武器足弱个，就是讲伊敢若有单发的猎枪，啊，长矛或者弓箭，日本有步枪，有山炮，啊，阁正规军。但是咱高沙暗时啊，做够少阵呢，这个游击战吼，夜的这个摸哨战，足厉害。所以其实啊是日本军占领，暗时啊就换咱南台湾族占领，原住民占领。所以底下拉锯战，那日本军到尾啊，惊着讲，哦，暗时啊摸虾米阵，迄原住民拢褪只脚，行路拢无声，出地当时，伊暗棍啊断去啊，头落落来。所以暗时也唔敢见，拢只时啊见。
啊，正到迄个庄头，甲放火烧烧，赶紧撤军撤出来。好、哦，啊，但是底下或者拉锯战，哇！日本军说一直死，一直死，安怎死的？拢破病死，因为来到这，我去日本遐济抓吼，我伫日本敢若我毋捌看到火神，毋捌看到蠓啊！啊，你知影迄阵早期台湾蠓虫有够济，火神有够济，因为死个动物的尸体，火神沾了就生一大堆蛆，啊，就搁变做火神。啊，蠓啊有够济，死个拢沼泽嘛，咱。尤其恒春那边是热带雨林，足够落雨，所以蠓虫足多。结果干那又因许蠓啊叮，就登革热，登革热迄阵无药啊，就天高热啦吼，啊就死啊。啊，火神飞伊个便当吼，伊沾着就困啊，食了漏屎脱水死啊。啊，蛇咬死遐好，恒春你知影迄？别在那粉丝前啊，骨甲开，迄好，迄拢毒蛇，啊，动不动就许倒去打着蛇，就毒，就死啊。所以底下小镇，见死的五六十个，破的五六百个，三千个五六百个死，迄惨足惨重个呀！哦，所以日本军惊着，军医医无法哩啊！所以尾啊，日本人只要有战争了，摕到台湾了。伊赶紧伫台北吼，即个台大病院嘅前身，日本赶紧设一个科，专门咧研究台湾嘅热病医学，吼，研究台湾嘅蛇嘅毒要安怎解，吼，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第一个代志，一定爱甲台湾嘅卫生做好，所以日本人来台湾五十年，互咱台湾脱胎换骨，吼，台湾阵进步甲，堪。日本人本土水准变高，吼、哦，所以迄阵早期日本时代空拍台北市遮大都市，你注意看，迄阵拢欧洲式的建筑。你若莫讲这是台北市，你甲摕台北的空拍图好，即卖咱台湾人看，我这敢是欧洲的什么所在？迄阵的厝拢尖厝顶的，也无圆厝顶，吼、哦，窗仔门拢拱门的窗。无像即马，你注意看，咱所有你即马即种直线条啊，咱即拢受中国思想起造的。你甲看，敢有曲线，逐条拢嘛直的，那么水平就是垂直。你注意甲看。哦，但是你看日本时代起的总督府，即马总统府，拢是尖的吼，啊，拢有圆拱的窗户的。啊，你注意看监察院也是，遐日本时代起的建筑拢有够水的。日本时阵起的。做的拢是圆条做起的有无？哈、哦，什么台湾人，迄款人迄种日本时代起的哈、哦。所以有只个看，日本人有军医的军队，牡丹车事惊到死遐济人。这三个逃犯、通缉犯来到台湾，也无人照顾，也无钱看医生。这三个上计划活一个尔啦，所以登山讲足少的啦。拢是咱台湾阿公较济啦，吼、哦，唔好，比如讲，哦，咱拢大陆来，拢哦，拢讲到大陆讲到足顺口啊，唔是，咱拢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。好，时间有限哦，我讲较紧嘞，那么一点钟过啊。清朝教咱台湾人闽话，叫咱爱学闽中国话，吼、哦，语文哈。哦咱拢学闽南话，咱拢会晓讲闽南话，啊，真吃力。三百几年后，台湾人把闽南话当作台语，先有台语，就是郑成功，伊伫闽南地区漳州、泉州、金门、厦门，伫遐招兵买马，啊，然后伫这个金门的廖罗湾誓师，来安平拍荷兰人。把荷兰人赶走。啊，郑成功内底有一个军师叫做陈永华，伊就漳州遐人吼、哦。那么，把荷兰人赶走了，安定落来了，伊伫这个安平有起一个叫做孔庙，哦，你会记遐白话写全台所学，就专第一间孔庙，伊伫遐用闽南语。咧教
四书五经，闽南语变作迄当时郑成功的官方语言，啊，到今啊几年啊？383年。你看300几年来，台湾人竟然把闽南语当作台语。其实咱正讲台语是啥物语文？平埔族的语言，哦，西拉雅语啊，然后马卡道族语，然后包括哥沙这16族的这个高山原住民族，这些才是正讲的台湾语言。啊，就真可惜，无论你是平埔族也好，还是哥沙族，咱迄阵咱的祖先无开发文字，所以无多留一挂这个语言传承落来。但是真好佳哉，起码荷兰时代，吼、哦，1624年荷兰人来了，要跟咱的平埔族做生意。荷兰人用罗马拼音来翻作迄个西拉雅的语文，啊，跟因咧写是用写荷兰文，这边用罗马拼音写迄个西拉雅族的语言，迄叫做新港文书，哦，新港文书 ，OK。大清语言哈，大清讲了继续用闽南语，好，所以咱大部分拢会晓讲闽南语，咱拢去学闽南语化哈。佮树咱官嘛，树咱姓，佮树族谱咱，所以讲，无论你淡水边啦，还是霞中城，你讲要去中国遐要找祖先，找无啦。我有像我的姓。我姓潘，我这姓就是讲，阮的祖先足爱迁徙上，所以拢部落拢设伫这个河边、溪边，吼、哦，要洗身躯、要洗衫裤较方便。啊，所以阵大清的官员来台湾视察，啊咧问地方官，啊因这族群拢姓啥？地方官讲无呢，拢无姓呢。啊，大清算较有学问。准书阮祖先姓，讲住伫水边的番，三点水，啊，这边一个番，吼安尼，住伫水边的番，哦，我的姓就安尼来。啊，这个大清这官员算有学问，你水下骹田，田你甲布条啊，就发米有啊。啊，顶外佫一撇，漂撇的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啊对。哦，这是先生大清这有，啊，这族谱吼，我有看到阮阿公做的族谱，哎，牵着阮这里啊吼，我讲阮的祖先为中国福建省来，干那写一个福建省，也无讲对一个官，对一个都市啊，对一个庄头拢无，我来知，我这假，迄个都苏南省苏南族谱，你若会晓做翻译官，好比讲，你都。西拉雅族的人，啊，你会学晓闽南语，啊，你会当做翻译官，甲中国来的官员，伊讲闽南语，唔要紧，我听翻译好，这个西拉雅族的同乡来听，啊，做翻译官，啊，那有啥物纠纷，也当徛到中翻两边翻译安尼，好，爱着做边翻译官，哈，也当竖官，哈 ，OK。所以你即马看介个姓吼，嘿，介奇怪。其实拢是平埔族甲高山族，拢是用书写哈。那么就不记得嘛，甲咱台湾人皇民化，好吧？1937年开始，叫咱台湾人，好，恁这个家中家庭人拢讲日语的，哦，伊个挂者摆一下国语家庭，啊，日语迄阵是咱的国语，唔是英语哦，吼。现在中华民国来换北京闽语变作国语，啊，你若日本时代你有配合日本人的政策，当然伊补给吼、哦、较优先互你，也就较好福利互你哈、哦。叫咱穿本的服装哈、哦，穿和服，也是穿目镜吼、哦。我囡仔时阵我捌佫捌穿过目镜，啊，这目镜就是日本时代留落来风俗习惯哈。哦那么，近百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好加在安尼的关系，所以保存了咱本土的台湾人有85%原住民的血统。我开用原住民啊，咱是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，
咱毋是干那住伫遮呢，咱阁是即个土地主人，吼，都用原住民。好，那么咱来看，战败国荷兰，荷兰人叫郑成功甲拍败，所以荷兰人走两千几个完全撤离，所以无留偌济荷兰的基因落来。过来郑氏王朝叫大清拍败了，规个拢甲迁去大清，所以郑氏王朝嘛无留啥物基因落来。好，大清。只要有战争以后，咱大日本帝国打败，迄阵日本跟伊签这个马关条约，吼、哦、下关条约，内底有一条，有讲，予恁两年的时间，恁大清的百姓留伫台湾的，你考虑看，这两年来你若感觉予我日本管，你带来袂惯势，你会当变卖家产，吼、哦、土地厝。家产拢卖卖咧，你等于大清。到尾也统计，两年后统计，剩八千九百几个外国人住伫台湾。哦，迄所谓外国人，就包括美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。哎，结果97%是拢大清的人较济。啊，遐是留伫遮咧做生意的，哦，也是咧做翻译的。所以。迄毋是讲因族个住伫遮，迄是为做生意啊、食头路关的留伫遮八千几个吼。啊，迄阵台湾本土台湾人偌济人，300,000，迄差不多9,000个，你拢甲当作是大清人，甲准1,000，300:1呢。所以汉个留伫台湾的血统是差不多3/1，1/3,吼，差不多1,000个内底看有3个有大清个有华人的基因无吼。那么大日本帝国，迄个美国牵两粒原子弹，打完了，中华民国立来代理，甲所有迄阵建立迄阵台湾已经2倍人口，台湾才600,000人。迄阵日本派来伫台湾的军公教人员，包括伊的眷属，差不多380,000到400,000，这些人蒋介石拢用船啊，甲送登因日本本土迄四大岛。所以日本人嘛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，所以你甲看，伫安尼情形下，咱台湾人还佫有85%有高山族甲平埔族的血统，吼。所以免定讲，总共因有中国的血统15%，啊，你太无去承认85%这多数去承认迄15%，你若无了解你的家己的身世，所以只安怎咱就是拢迄个国民党甲咱教。甲假，甲唔对的，所以咱即摆2,300,000的台湾人口，你甲讲起300,000啦吼，甲当作拢纯的中国人，剩落来这2,000,000人，其中有一半1,000,000人，去予国民党的党国教育教甲变，讲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去认同中国，所以变成你投票的时候，咱2,000,000呢？投票投了输迄300,000，因为迄有1,000,000人跳去支持，伊讲认为伊是中国人，所以煞变因1,300,000，咱1,000,000，所以咱建算，那日军呢，上加摕了46%，吼，迄阵啊一般咧算计，台北市阿边啊城市上好是啊摕46%，吼，啊你若国对下吼，拄啊2004年好加在两件事件。第一个2000年，阿扁啊算的是因为连宋拆开，阿扁啊三都扣了火烧了啊，一丢丢。2004年联合本来稳赢，哇发生枪击案，阿扁啊巴肚用拍一空。台湾人本来含泪不投票，看到咱台湾人啊总统用暗杀了，出来投，本来袂瘾出来投嘛，含泪出来投。啊！佮在迄阵，李登辉发动228牵手护台湾，我嘛去牵。啊，唯在这唯一牵的牙签，我看卖。哦，袂歹。啊，你要想，好佳在有安尼加李登辉迄加一篇风文吼，台湾的意识佮提悬。啊，迄个票投出来，咱阿扁啊，当赢26,000+票，换算赢的比例拄啊偌济？赢0.228，
哦，恐怖的，去给我背。这敢那咱的二十八的英文，我老出来运作，吼、哦，唔卡多硬的，吼、哦，遐拄好。好，过来咱来看。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，即马咱也拢用做安尼乌一块一块，安尼看。这日本时代拢用毛笔字写，吼、哦，啊是安那用做安尼。这就是咱的密码，咱的系统，咱的族群的密码。国民党来看了，惊到哦，啊这这拢爱暗砍，因为国民党来落船了，伊甲咱骗，吼、哦，演讲是讲，所有的台湾澎湖同胞们，统统回到祖国的怀抱啊！啊，咱迄阵咱拄啊战败，咱足惊足悲戚的啊！哇占领军要来啊！啊，咱唔知来唔来，变哪甲咱抬啊，咱糟蹋啊！伊即马讲咱肯定是共国个，我们回到祖国了，好吧？我咱共国个哦，作个台湾人短视近利，本来美洲个，即马好，咱共国，咱跳过去肯定做共国个，吼、哦！所以台湾的悲哀为这开始，作个骗个，中国人作个安骗，吼、哦！唔是讲闽南语，咱就肯定共国个，吼、哦！美国。美国嘛讲英语啊，美国跟英国人唔是啦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这个就是讲日本人来台湾，伊要治理台湾，伊真正足认真，一步一卡印。医生调查讲，啊，到底这些部落到底拢讲什么语言，是对一族的，好、哦，结果来调查，啊，比如桃竹苗，伊本来就是嘛，这个道卡斯族的，哇，但是。因为三百几年，拢有闽南人的这个官方语言，啊不，客服那个广东的客家语言，这官方语言，哈、哦，北部桃竹苗家迄阵官方语言是客家语，啊，中南部迄边是用闽南语做官方语言，啊，所以这些人道卡斯族，拢为着要奋发上进，拢会学外来强势语言，学咧，就像咱即嘛。台湾人为了要活落去，去学北京语，吼、哦，因所谓中华民国国语。咱即卖囡仔吼，为幼稚园，还是伊拄啊阿未上幼稚园，看电视拢看东森幼幼台，拢讲北京语，对无？一直好读到大学出来，大家闽南语拢差不多袂晓讲啊，吼、哦，卖阁讲平埔族较早语言，迄个阁较卖讲，平埔族语言差不多拢死不了去啊，吼、哦，高山拢还阁有留咧，吼、哦，因为山区买入去甲通话较困难，所以因要保留因的生活、因的清查，吼、哦，啊因的语言。今摆日本人来调查，发现讲，啊你着道卡斯族，啊你的族语你袂晓讲啊，吼、哦，啊你已经拢讲客家话，啊你伊甲你写一个广，迄、那个广无代表讲你是广东遐来哦。也许因为刚才你即马是用语言用广，但是伊个你，你伫平地遮，伊个你写熟番啦吼熟。啊，你若是新竹迄个什么复兴乡的泰雅族的，伊即马去调查哦，你要泰雅族，啊你啊拢袂晓讲客家话，哦你的族群语言啊对，要讲，啊你个你写生番，哦所以咱台湾人。日本人迄阵来着，有甲你分，拢拢分，但是佫分青甲色个，山顶个佫青，啊咱平地叫做色个吼，青番甲色番。啊你若去调查，比方台南地区，哦你拢讲闽南话，啊你本来着拢西拉雅族，啊但是你拢袂晓讲啊，干那剩下讲闽南话，啊你甲你写福建的福，哦，无代表你是福建来哦，莫搞清，莫不要搞错哦。啊然后，伊甲你写。熟番啊，平地平埔族拢写熟番哈，西部平原拢写熟哈，内底就是这基因呐哈，迄、那个密码 OK。好，那么台南市哈，本来日本时代有写熟番这个熟哈，但是迄个内政部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哈，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，哦，你注意。那么日本时代的所安，伫中华民国的内政部认为讲，迄毋是法定的原住民族，哈、哦，
希腊雅祖玛批内政部霸道哈，因为其实西部平原的希腊雅祖是台湾早期重要原住民族，过去还曾用罗马拼音书写希腊雅语来与汉人订契约，称为新港文书。啊，这都荷兰人迄阵用罗马拼音，嘛有出版那个，那马太福音圣经的马太福音的圣经哈。哎，其实台南市政府已经，因家己的市政府的市议会有通过，因希腊雅族原来是原住民族啦，哈。啊，但是内政部拢无承认，哈。啊，那么伫台南市啊，高雄市甲屏东县，诶，这个马卡道主嘛响应这个做法，哈，就是讲拢认同伊家己咱是这个平埔族的原住民族，哈。那么咱过来看讲，中华民国军政府伫咧台湾有六招，用对六招，咱台湾人就服服帖帖。来，咱来看，第屠杀精英，利用二二八事件，其实蒋介石去阵做情报头子，蒋介石去留俄哈，有广泛的迄款情报的收集的方式，啊伊伫拄啊战后。伊就派间谍入来台湾，各乡定期咧搜查地方的偷人的名册，然后利用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时，中国军正规军入来，开始掠，开始抬，把咱台湾人迄阵三万的精英拢抬死。这三万精英是日本政府伫台湾开五十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高人，这些人拢大家拢像差不多柯文哲这级别呢，吼，也有医生、律师。好、哦、啊，大生意人，拢头壳拢好个哈。结果又有计划甲咱拖杀去。啊，这时阵伊要得征台者，因为伊知影伊是三流个国家个人，要来管咱一流个日本个台湾个事。即敖人你若无抬掉吼，即拢会当起来做领导人，领导抗暴个哈、哦。好，过来搞垮台湾的金融与经济民生。迄阵中国人来接管台湾了，才发现讲哦，台湾真正是宝岛呢，吼、哦。仓库内底糖油米盐，安尼甜甲甜甜。因为咱台湾自从日本人来了，迄、那个八田鱼做这个增温水库哈，和、哦、这个云嘉南会当灌溉吼、哦、几啊万家，开始会当生产水稻，嘉南平原变作。鱼米之乡，哈、哦，好，但是伊来，伊用纸，甲咱换所有的物件，伊一直印钱，吼、哦，旧台币一直甲咱印，一直印，无限制印，敢那像伊咧用银纸安尼吼，咱咧烧金迄安尼一直印，拢伊甲你换物件，哦，你麦克风一百块，伊就印一百块哩，哦，这遥控器五十块嘛，拢甲你换。糖油米盐，甲你换了了，换完嘞，送去中国上海，哦，一半倒卖，一半是支援因国共内战。所以台湾本来是宝岛之乡，吼、哦，咱出产一年量收三摆哦，两届稻米，哈啊，寒天迄个是大豆、玉米、杂粮，咱本来食米无欠款，一直到战后，我限制啥物要去。还佫食足济，那米拢，我记因阮爸拢爱切甲拍甲打打，哦，因拢有一个刀尖叉，看有几刀安尼有合格，啊，搞伊拢话拢送去，互因中国人部队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阮拢食迄摆发芽过的米，啊，我要食着白米足少个啦，倒啊，阮个亲戚，阮外公、外妈、阮阿姑因来。来找阮妈妈熟悉，哎不，较有板凳请，较有台阶请。啊，迄阵米，拢顶悬一厘米。啊，遐个人客有无？食了下骹，我嘛就搁食了番薯签。啊，有啊，边啊，若有雕几粒米，吼，迄几粒米特别香，足好食。啊，迄阵。番薯签佫做者曝光是臭香，较早无啥物农药嘛，所以番薯拢有迄糖整块，拢有迄臭味。我会去
差不多五六年前，我朋友去农事所有摕到新的品种的番薯，我种啊生，啊我爱食咧，啊我就煮饭的时候，我甲阮爸爸讲，爸，我有煮番薯烤饭哦，我放一挂番薯予你食，不，好，见老食足济啊，食甲惊着，到阮爸了，迄阵啊85，还佫安尼会惊着对吧？啊！但是我都咧叠饭的时候，那个三四颗番薯颗，那个盖伫个饭内底好食。哎，咪食着哦！我即马番薯真好食，唔知改良改好食，遐香遐甜安尼。啊！伊佮家己骑脚踏车走来我乡下讲，啊！你的番薯定伫底，我加一挂来种，你换伊要种。好，啊！所以迄阵咱的物件费用换了了，换到咱兜钱一堆有无？换咱即马买去买一斗米，爱派一布袋钱出去买米，啊，看有食了无？迄通货膨胀吼，到尾啊，换到恁拢无物件，恁内底钱足济吼，你阁出一招，印新台票，讲一箍换，你爱摕40000块的旧台票来换我一箍，来，咱来看，啊、有无？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。这吼，伊跟我讲，迄个时阵。这用行政命令啊，哈、哦，贵家你买这样看到，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，所以伊唔敢印印中国钱。较早做旧的代表，啊，你即摆要换新的币制，你太无印你的中华币。人美国有美金，法国有法郎，英国有英镑，日本有日元。啊！你要发行伫在台湾，那台湾那是你的。你要发行新的币，唔得爱发行中华币。啊！你若唔敢用中华币，你该用新台币，表示伊无台湾的主权，伊唔敢大家用伊的中华币。好，咱了解啦吼。啊，40000元一箍，迄偌吃力呢？咱即马物资呐，就要甲你起一个2块，咱就哀求呢。起一个3%、5%，啊，咱就哀叫。哎，40000倍呢？你惊死人啊！迄阵台湾人真济跳楼，吼、哦，跳楼自杀足济。有一个人，前一天，甲三四家地土地卖卖，讲要起大厝，遐钱摕转来，我40000元一箍。伊都存会当起一支条啊呢？啊，你看迄人爱自杀无？当然跳楼自杀，吼、哦！伊无法度向伊厝里人交代。过来，大地主变小地主，大地主是地方的头人。哦，我感觉愈来愈弱，我吹电风一下。啊，大地主地方的头人，嘛会当领导抗暴，结果。小姐，拜托你给我插电一下。为什么插？会热。会热，嘿。因为这西装吼，即马说一直热个。那么，你甲想，你若要抗暴，爱有高人带头，爱开钱，啊，但人拢3BP，40000元一箍拢3BP。啊，大地主嘛变小地主呐，伊迄阵给你施行375减租，耕者有其田，有无？大地主嘛，拢变小地主，嘛拢无力哩啊！啊，所以台湾人可怜啊！即三个咱差不多无力啊！你去即马，你看民进党即马，你敢有听到民进党招袂来总统府头前凯达格兰大道抗议？已经2-3年，可能嘛3-4年有啊，无啊？招袂行安那？啊，唔是讲你甲出游览车钱，你就要去呢？伊认为讲，啊，你民进党敢若拢算假，因为我大概伫遮讲，我拢无咧讲。国民党马英九阁做安怎较歹？你台湾人要甲抗议的时，结果就无人，是嘛？你若真正民进党，你若真正要抗议，你发动每县市的、你市党部的注意，一天一个县市去嘛，
哦，初一吉隆市去，初二台北县市，初三台北市去，拢去，统统有迄个凯达格兰道。结果拢唔是啊，即马拢台北一日游。就阮迄阵要空去，为屏东，啊，来坐游览车起来。啊，阮来来吼，拢差不多下晡两点嘛，开始游行。游行到四点外，一般伊拢五六点就开始咧演讲啊。啊，阮拢无都听到精彩，精彩拢压轴。啊，阮拢爱提早走，因为想我走，合作工拢塞车。你若五点外走，拄啊大家下班塞死。所以我拢提早走，无听到精彩。啊，有一个，阮即马游览车驶去到桃园的民间的休息站，啊，伫遐办桌，吼。啊，当然拢食迄较粗的啦，吼。一桌工拢千二块。啊，结果阮迟到，因为迄届吼，我迄届拄啊陈云来迄届吼，人有够济，塞车，啊，阮迟到。结果阮订的桌声吼，已经有比阮较早走的伫咧食。伊即摆知影你咧抗议吼，拢年纪较大，拢头白头毛遐济。啊，阮咧甲小姐讲，我小姐，阮订的桌声，人伫遐占咧食呢。啊，迄个可能新来的小姐，服务生。哦，迄道搁食无偌久啊，伊拢白头毛啊，爱甲讲。意思讲，迄点咪食，点咪食完啊，要走啊？迄道搁食无偌久啊？你听有啦吼？拢叫阮等者，哦，阮听者足歹势，我嗨，刚讲搁食，搁食无偌久啊？啊，少年的无可能跟你去游泳嘛？靠，迄阳光去跟你去游泳，所以起码唔是讲你。钱，佮出饭好食，便当好食，伊就要较优先。即马你都无真正要抗争嘛？你拢想要抗争嘛？强香港，伊占迄个啥物中环有无？占要几个月？还是像一八旋，你咪就佮定掉了，伫个立法院就佮占掉了。民进党大概就台北一日游。啊，我讲民进党佮像是国民党的泄压法呢。咱个快歌边啊是毋一个有一个泄压法？你若滚甲伤滚啊吼，伊个铺盖会蒸汽会走出去。民进党敢若迄个国民党迄个功能，那吼、哦、台湾人迄个马英九气甲死吼，吼我们崩伊啊！好、哦，民进党就好来，咱来台北总统府头前讲，来画画来胶胶来撮撮嘞，佮虽然等于属龙工厂佮做工佮纳税金，互国民党佮开，啊不好啊！民进党你成立二十几年啊，我毋捌看到伊讲。要长期抗战，待了一天，哦，散会啊，就找人有咱家姐姐去转去，啊，动员是几，遐开几啊千万呢，吼、哦，全台湾总动员。所以我认为讲台湾人拢觉醒，讲啊，民进党原来拢算假的，拢咧骗人。所以即摆招要对民进党抗议啊，吼、哦。好来，过来用。二十八事件了，抬了，抬不了，用白色恐怖继续给你控制。你若讲话无合国民党听，是人给你举报，你连袂落来，立刻去唱《绿岛小夜曲》哈、哦。过来，敌性反转，身份错让的域名叫敌性反转。我头先咧讲，咱本来是建白家，都比丘诶，伊来咱讲，所有的台湾。澎湖的同胞都回归祖国的怀抱，啊！你阵跳过，本来咱堪是咧休战的，咱日本的皇军堪中国军咧休战的，日本的台湾军堪中国军咧休战，啊！你怎啊变作说跳过中国，叫做敌性反转，啊！新人就错乱去啊！吼、哦，伊用裕民教育甲咱教讲，你会记咱较早作业簿后壁掀开，拢有写一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有无？啊，改成在做中国人，较堂堂正正；啊，若做台湾人，拢奇奇歪歪，干嘛呢？所以，迄拢是裕民教育，吼、哦。我讲咱拢炎黄子孙，吼、哦，典籍不错，拢甲你讲，我们是炎黄子孙的后代，安尼。啊，你逐工听，
少年听到老，听到久啊，你用来默认吼，咱拢黄，这炎黄子孙，咱拢中国人的祖先传落来。咱去用白话讲一百遍，咱就做个动作真诶哈。好，过来，假民主选举，国民党有东山，国民党有条啊卡，国民党有白道黑道，白道用政策，哦，给你买选票。利用黑道的，哦，比如讲，李长甲林长配合黑道的来领导，甲你买票，啊，李长摕钱，黑道，西藏也是吃过来底唱一个啥，神明、关公也是妈祖，等李长钱发落去，你收伊了，即摆换黑道起过来，哎，妈祖有看到，关公有看到，票爱投出来，台湾人会惊。惊人民处罚，啊！你有工提钱，啊！无工做工，吼、哦！你钱工提啊，票无投出来，嗯。所以，连人民啊，迄个乌的绑架来咧压选票，这敢无算作民主选举？哦，这假的嘛，哦。等于国民党用东山咧买票，佮用媒体、电视、报纸，这拢因中国人控制掉。咱台湾人干来会当做？走外口的记者，拿卡面啦，拄麦克风去采访，采访等消息也是领大，上个中国人做主管，经理拢编辑拢是中国人坐伫了位，你上来媒体吼、哦，你采访等来媒体，无论是平面也好，还是领大，伊看过哦，这部咧对民进党有真大的损害，好，甲报较大片，较侪报咧，重复一直重播。啊！这哦，这损害咱国民党，唔通唔爱唱，但本事人，无要你报，对不？他讲的拢讲得当，台湾人歹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媒体议题的主导权，迄阵拢啊拢伫中国人的手里，吼、哦。台湾人总是拢做伫较低层次的这个记者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六招，咱台湾人就软卡。要安尼会倒就困难啊！啊，主要读个家己无清楚，去用愚民教育啦，哈。好，过来咱来看，为外国进来遮一挂职务啦，哈。这个番石榴，巴拉哈，巴拉，这个番石榴，啊，这tomato，哦，番茄，啊，你会记？你若为外国进口入来，拢叫做拢会一个番石榴，哈，啊，番茄。啊！这番仔姜，咱台湾姜是种伫土卡底迄个做姜，啊，发伫空中呢，叫做番仔咧食，叫番仔姜。啊，这番薯，番薯啦吼，啊，台语叫做番薯啦吼。哦，啊，这番麦吼，玉蜀黍番麦吼，啊，佮外国礼拜番仔花。烦恼利用的会哈、哦，所以你也你甲看，这拢外国进口的，不介奇怪的。啊，咱台湾是本地，咱台湾人本地，咱来用讲台湾甲台湾哈。这台湾甲台湾不是日本人来的有啊，是等于讲清朝迄阵就有安尼咧分啊，好、哦，还、啊、是日本人来了，开始有做名册安尼，啊不是。大清跟咱合作台湾甲习惯的啦，吼、哦，日本是继续运用安尼吼。我顶下想讲，啊，咱本土咱来用叫唤，照讲因遐中国人1949年走路来，遐唔开始反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家己讲禁，咱家己弄错了，吼、哦，这乌是咱在地哦。韩籍是外口入来，啊，结果咱家己讲，咱就做韩籍啊，有无？啊，唔对呀，因中国唔敢叫做韩籍啊。哦，咱家己讲韩籍啊，佫讲较欢喜个。咱也唔讲哦，佫叫遐老兵佫做老乌啊，有无？你会记无？讲老乌啊，有无？咱这边讲呀，咱爱讲咱是乌是本地，啊，因就做韩籍啊。还佫较看不音，那闽南语呐看不音就是本地的意思，
不？你讲像咱咧讲车，车一定拢四轮的较大只，脚踏车两轮的较细只，吼、哦，脚踏车拢会看尾音，吼、哦。咱讲拖拉机，吼、哦，一定较大只，拖拉机，无人咧讲拖拉机啊，无人咧讲嘛，吼、哦。哎，所以咱家己搞不清楚状况，因中国人叫做韩籍，咱叫做乌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，好，咱来看，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哈，讲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即马民进党拢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，无？这都已经他家拢中国化去啊，连民进党拢安尼，你看有食力无？哈，那你2008年来看哈，迄阵陈云林来台湾。迄阵马英九下令，讲为汤机场一直来到台北市，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的旗啊爱出现，所以叫警察，伊个中华民国警察出来咧搜查，那看到中华民国旗啊，爱甲收起来，甲抢落来，有诶搁压做过，但不是啦。啊，咱台湾人吼，戆台湾人，人中国人无爱。伊中华民国国旗，咱家己搁举旗啊，伊也咧点。那么点到台北市五千旗，因中国人咧举五千旗，中华民国警察爱甲报，伊惊立军去甲抢，加到加破，伊甲放火烧。啊，这因老大哥胡锦涛、习近平的旗啊，那会使互你侮辱吼、哦？所以马英九派警察过条条。过来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，伦敦市是本来只有挂着中华民国车轮旗，阿强啊抗议讲，你那无用奥运模式，用迄个五环旗五个，敢那环球水泥迄个五个，你国外咧，伦敦奥运会自知理亏，所以马上把迄旗啊收起来，戆台湾人搁底下咧举旗啊咧捍卫中华民国，哈、哦，因家己中华民国无爱。而且电音三太子哦，嘛伫只咧讲伊咧爱咱个少年咧爱台湾，伫遐咧发中华民国旗啊。即拢少年人拢要国民党甲咱洗脑去啊！吼、哦，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，因中国人伫台湾个中国人无爱个旗啊，咱台湾人去伫遐咧甲捍卫啊！你看，安有读较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当年安尼讲哦，即嘛旧年啦吼、哦，6月1日。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访台，咱安尼连续讲三四年了，我即马就无看到讲这旗啊，无看车轮旗啊，哈，哎有进步啊，哈。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啥？来，咱来看，就是1999年5月7日，中华民国民进党伊个台湾全图结语里来咧讲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哦，啊，这是咧。你若无讲，你感觉吓、嗯啊？其实做作者啦咧，即个阿扁啊，要选2000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总统，为着要吸引中间选民、中间选民，哈、哦。所以伊准定这个前途，台湾前途结文，讲台湾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中华民国，啊，就怎啊？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的意思。即作者啦咧，无睇阿扁啊。读法律的遐高读，竟然这个严重性伊唔知影。李登辉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，你听这句话可以看出说，中华民国本来不是在台湾，它是在别的地方，因为流亡的东关机跑来在台湾，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，没有等于台湾哦。你还看到它流亡的痕迹哦。来到阿扁啊，再给你改一个扁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你讲你哪要出卖台湾？阿扁啊，你嘛卖一个较好价钱，结果连卖都无卖，直接用送的。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这有吃力无？这叛离台湾的，吼、哦，这真正对台湾足大的伤害。过来，2010年10月7日，蔡英文，这前中华民国民进党主席，迄阵就是要参加2012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选举，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。
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李登辉哥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，啊，伊提拔的蔡英文竟然违背因的恩师李登辉，讲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啊，这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这嘛就等于这两个拢做个民进党的主席，吼、哦，啊变也嘛是，啊拢读法律嘞。啊，竟然拢唔知讲这个严重性，人美国用尽办法就是讲保留台湾甲日本还阁联系掉嘞，干那放弃地上管辖权呢？无甲主权归换过，啊，你安尼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这连卖都没有卖，直接用送的，你看我吃得无？啊、哦，因为民进党的头人都读甲无清楚啊，啊，要安怎讲因的党员？更何况外口这不是党员，和因安尼讲了到底，准真正中华民国就是最大公约数，啊，真正就惨啊！吼、哦，好，过来。那么咱请问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请问台湾独立纪念日对一天？美国有独立纪念日，每年七月七日，吼、哦，因的国庆日。菲律宾嘛是。因的国庆日嘛，七月七日哦。你独立一定有一个日期嘛？请问咱对一天独立？无，讲不出来。过来，请问台湾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？有人讲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，有人讲为美国。正讲咱的母国是日本啊，对啊，日本的母国有答应吼，还佫经过立法程序后，迄。爱行足久足长的路了哈，所以美国嘛一直讲台湾不可以独立哦，你独立就是踩到美国红线，而且那个马仔讲的哈，好，好，本来咱来猜算中国人的文字把戏哈，中国人做个生文字游戏，啊，比如讲踢卡球，哦，中国啊打败日本，安尼上呀。中国打败日本，中国人赢哈，中国队赢。过来，中国队战胜日本，那么是中国赢，哈。无论是打败中国打败日本，中国赢。啊，中国战胜日本，不论是败或者是胜，拢中国赢。这因中国。过来，你来看国共内战里的文宣哦。迄阵国共内战，蒋介石兵败如山倒，但是因咧家己中央党报吼，嘛报价敢那因见赢哩啦。伊讲撤退伊唔讲哦，伊讲转进哦，我军撤退啊，伊唔讲，我军转进神速，伊照做紧嘞，转个方向前进啊，伊唔讲撤退，伊讲转进神速，我军转进神速，一日千里。哦，迄真正走，敢来飞咧。啊，佮后壁佮讲一句，讲共军追赶不及，安尼你看厉害无？哦，啊，我军转进神速，一日千里，共军追赶不及。哦，你来向我听下，哦，有够牛的。他拍败啊嘛，还佮讲甲吼，佮真拍赢。哦，你看因有够牛耍游戏啊。啊，那。闽南语戏剧的概括啦，叫做怕输招赢，对不？哈、哦，怕输招赢。等于伊讲有35间百货公司拢输了了啊，输到剩台湾省一间，啊，台湾一间嘛不是伊的，这是日本天皇的啊，哦，佮走来别个国家，所以叫做流亡政府，哈、哦，好。过来，中华民国含台湾的名号伫媒体上来运用。那好康的吼，拢报中华民国哦。中华民国与甘比亚建交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断交嘞？台湾与甘比亚断交哦。好康的报中华民国，啊，那歹康就报台湾，安尼。所以做个用这部啊，所以台湾人爱注意吼、哦。好，过来。哦，时间真紧。啊，歹势吼。那么我下面时间到这。明仔8点，咱搁。